咱即马是咱咧美国大联盟哦，即、這个世界大赛吼、哦、来、大赛嘛会使啦吼。大赛。啊，咧拍到这第五场吼，即马第五场过来是听牌哦，拍第五场是真要紧的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头前吼、哦、八局吼、哦，双方的投手吼、哦，嘿，真精彩，0-0啦、无分一个吼、哦，什么人输，什么人赢，即马来到第九局啊，吼、哦，紧张啦。即、这个守护神啊，不是猎护神哦，来守护神，即马在场上哦，见面一刻来讲一句安打，两个补上啦，即马无安慰啦，好紧张刺激啊！即个要即些要安那，好，即、这个补手哦，开一个哦，小组会议啦，去咧开会讲我后一球要哪投啦，投到即马吼，拄好两好三败啦，两粒好球，三粒歹球啦，啊，即马吼，擂上的人哦，手卡入手啦。手卡入手嘛，哦，跃跃欲试，想要回来哦。啊，即马嘿，跃跃欲试哦。哎，对对，啊，即马哦，哎，即个手臂这边哦，这投机这边哦，即马投机这边哦，缩小个哦，手臂范围啊，范围哦，啊，惊这个三垒这个逃走回来，因为可能是即马你啊蒙着球，人就走啊嘛。哎，对啊，所以这个真紧张啊，最后一球吼，嘿。拄好去轮到咱这个太空人的阿托贝啊，阿托贝，你卖看哦，大联盟上细粒子的，168公分，168，敢那阿妈的体格哇，阿诺的体格，你卖讲卖看细粒子呢，迄板头一粒只大粒，只大粒天人未听，迄枪支一摆竟然拍死人哦，来最后一球，直球你卖，红中啦，合住你，真悬真远，我要手。第二局，六个围墙啊边，错赛啊，出去啊，好不啦，我就管你转雷达啦，啊，对。